在上午的11點，超強颱風摩傑呢集結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約400公里。我們預料摩傑呢會向一個西或者西北偏西的方向呢移向海南島至雷州半島一帶的。其實在過去數小時，摩羯繼續採取了較為偏西的路徑移動。我們預計隨著這個路徑會逐漸遠離香港，預料本地的風力普遍來說會逐漸減弱。天文台會在今天下午的12點40分改發3號的強風信號。從雷達圖像看到，摩羯的雨帶今天仍然都影響珠江口一帶。我們看到還有很多雨區仍然向香港方面移向，所以大家留意了，接下來我們預計這些雨區會為香港帶來狂風驟雨，還有這些雨區的地方的雨勢有時都會比較大，還有間中有強烈陣風，所以市民要留意了。天氣預測方面，我們預計今天會吹強風至烈風程度的東至東北風，後面就會轉吹東南風，稍後的風勢會減弱，會是多雲，提過了就有狂風驟雨和雷暴的，雨勢是有時頗大的。再提提大家，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湧浪的，所以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以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